李毕，请坐。好，仪式结束之后，这场比赛已经正式要打响了。两队的主教练赛前的寒暄还是非常的友好。不过，相信对于49岁的莫里利亚，吴敬圭一定有过很深入的研究，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对手。不过，吴敬圭今天呢，好像把大部分主力都雪藏了。能进球的巴索戈不在场上，能传球的曹云定也不在场上。即便是中场的进攻疏导者吴曦现在也没在场上，而申花队排出的这个阵容，我们一会儿再来介绍。我们先看看武汉三镇。武汉三镇的这个阵容呢，守门员是刘殿座，后防线上华莱士、任航、刘一鸣、邓涵文，40号小将张辉，12号张小斌，43号斯坦丘，来自罗马尼亚的国脚，还有30号谢鹏飞。那锋线上会是7号埃德米尔森和11号戴维森的组合。除了 U23 小将的遴选和上一场比赛有差别之外，其他的位置都没有变化。而申花队的首发阵容，守门员是马震，后防线上朱晨杰、埃迪、蒋胜龙、百家俊、张璐。那在中场线呢，会看到孙世林，他是替换下了吴曦的位置，前接给的位置应该会向前提一点，他是连续首发的球员。那打到锋线上的三个人呢，是朱宝杰、周俊辰和朱建荣。申花在不能够引援的情况下，又流失了比较重要的外援。那现在队里面在第一阶段其实只有2名外援可用，一个是巴索戈，一个是博拉尼奥斯。那今天呢，博拉尼奥斯继续没有进名单，巴索戈是在替补名单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8号张璐，这已经是一位34岁的老将了啊。他之前也效力过河南队。而这边谢鹏飞在上一场比赛也是斩获了个人赛季的首粒进球，上个赛季他在沧州也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而谢鹏飞也是江苏队夺冠的功臣球员之一。好了，随着裁判员行旗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穿着蓝色比赛服的是上海申花队，穿着白色比赛服的是武汉三镇队。上海申花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果然啊，申花队排出的是一个3中卫的一个阵容。大脚打到前场，看看前场的追击啊！这是华莱士，非常扎实的防守。华莱士是巴西的外援，27岁，也是武汉三镇在这个赛季准备中超的时候，刚刚引进的巴西中后卫。上个赛季效力于土耳其的联赛，18次出场。重要的是，他曾经是意甲拉齐奥队的球员，也在葡萄牙的布拉加效力过。白家军。莫里利亚，西班牙人。29号朱俊辰。前接给，再接应。这个球朱俊辰没有护住啊。接下来看看武汉三镇的进攻，这支球队的进攻是非常有特点的，几名外援在前场会给到每一支球队的防线足够的压力。这个回传球没有做好啊，但是球好像出界。27号朱建荣顶到中锋的位置上，在右边呢是朱宝杰，32岁的老将。好的，回敲回来给任航。这边刘一鸣向前传，张璐还是给一个长传球，
刚才呢，埃迪、柏佳俊、张璐他们都在后防线上直接起过球。很显然呢，这场比赛，吴金贵从开场这两分多钟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并不要求走地面、走中场，要快速的把球打到前场，这是摆出了一个防守反击的架势，而反击的手段就是长传打对方的身后。因为武汉肯定是要把阵型往前提来打压迫的，所以他后防线的身后应该会留下一些空间。又是刘以明的头球解围，他的身高达到1.88米。好球，好球，也就切进去了。啊，但是传中稍微的落点差了一点。刚才是周俊臣，前接给。申花的三中卫呢，他的两个盯人中卫在进攻端呢是压得很深的。我们分别刚才在两次进攻当中，在进攻三区里面看到了蒋胜龙跟32号埃迪。任航，申花在前场试图来展开压迫，但是球一旦打出来的话，申花回位还是非常快。前接给的向前的头球摆渡，这个线路交代的不清楚。来看看华莱士向前出球。43号就是斯坦丘，在上场比赛当中他打进了两粒精彩绝伦的任意球，这也是罗马尼亚现役国脚。之前他效力于布拉格斯拉维亚。11号是戴维森。戴维森到目前为止也是打进了两粒进球。替补席上，申花雪藏了很多的主力。25号是邓涵文，此前的广州队的队员。转移球，差一点出现失误。哦，来看看武汉三镇。刚才张辉啊，在左路向前的这一脚肋部的 C 球还是相当不错啊，让7号埃德米尔森有一个向前的突破的机会。埃德米尔森曾经效力过大阪钢巴，他是随着武汉三镇升超的重要的球员，在上个赛季三镇的比赛当中呢，出场了24场中甲比赛，打进11个球。交给斯坦丘，由斯坦丘来向前推进，但是斯坦丘一直在这个位置来拿球的话，对于他制造进攻端的威胁其实不太有利。张辉也是上个赛季还效力于河北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上一场首发的赵明剑呀、吴曦呀、年轻球员汪海建呀、还有王毅、李运秋、毕金浩，这些球员都没有首发。所以老帅吴金贵在这场比赛当中制定的策略究竟是什么，这个还是非常值得玩味。艾迪的头球解围，还是武汉三镇来控制球。斯坦丘，哦，这球前接给上的非常的及时啊，节奏拿捏的不错。但是我们看斯坦丘又跟孙世林撞到一起，半天没有爬起来。无论是前接给还是孙世林，这个中场中路的组合，我相信在防守方面，特别是正面防守，硬度是非常高的。戴维森很漂亮的摆脱，戴维森下去了，倒三角传回来，空位打门。哦，这个球马震给扑了出来。接下来还有斯坦丘再往中间传。哦，上海申花在这个半分钟里面显得非常的狼狈。张辉准备要扣回来传中的时候，自己的连接动作慢了。
朱宝杰回到了自己的防线上来进行防守，把这球铲出去啊！看看被武汉三镇一顿快攻猛打，上海申花有点喘不过气来。现在呢，武汉三镇的角球机会，角球，这下差点给对方抢到第一点啊！这下让上海申花还是非常顽强的把球给保护下来，前进给挡住。邓涵文没有办法做回传，刘建作是非常有经验的门将，张璐直接把球截获了。你看，还是这种打前场，直接给到对方的后防线身后。这一次朱建荣是越位了，朱建荣也有30岁了。这脚射门啊，角度太正了，邓涵文非常好的机会没有能够把球送进球网。但是从武汉三镇这一波进攻，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几名外援在阵容当中的作用，而且呢他们的突破以及扯动出空间的这个方向都是经过非常缜密的战术演练的。无论是斯坦丘的传球，还是刚才更具威胁的戴维森的传球，其实都几乎是找到了他们靠自己的突破线路来拉开的对手的空间来进行传球。又来了，这回是埃德米尔森，埃德米尔森还没有取得赛季的进球呢。张辉传过来，球进了，哦，这是谢鹏飞的赛季第二粒进球。小将张辉不负众望，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一二三球员出场，在右路啊，这是他第二次制造传中球，就完成了一次助攻。而谢鹏飞远端的插上是非常的坚决，艾迪只看球没看人呢。艾迪想伸腿解围这个球，他以为他可以收腿了，因为门将已经在这个球的线路上，但是没想到身后的谢鹏飞从自己的盲侧插上，这是一个防守的原则性错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球啊，场上比分1-0，而比赛才进行了11分钟，谢鹏飞进球的时候应该算是第10分钟。所以申花轮换8人，靠这个阵容啊，想跟这支武汉三镇周旋确实不太容易，因为显然在攻击线上想要制造出威胁是很难的。艾德米尔森这个横传力量小了一点，张璐还是非常的拼。这是朱宝杰跟张璐试图寻求配合，但是我们看斯坦丘非常好，两个禁区端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张辉、戴维森漂亮的转移球，邓涵文，申花的阵型被压得很瘪了。张小斌再分到边上，戴维森的球被捅掉了。这一次艾迪的正面防守非常出色，白嘉俊在向前传，张小斌，哎呦，4号呢是蒋胜龙，只有21岁，上个赛季是租借给了重庆，这个赛季呢顺理成章的也就回到了申花。不过蒋胜龙呢上个赛季应该说在重庆队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啊，他到重庆队可以打上主力，一直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和球队战斗到最后，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嗯哼，这是贾昌龙的犯规。七号埃德米尔森，来自巴西的外援，身高1.76米。而贾昌龙呢，身高超过了1.9米。机会还是分到边上，其实这个球出球的线路呢还有更理想的选择，要么转移，其实中路也不是不能塞。张路，武汉队在前场的压迫呀，申花在后场出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吴金贵面色沉重。凯迪，看看这个边路啊，周俊臣，面对华莱士的防守，周俊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球到中路啊也没有制造威胁。艾德米尔森回传给了任航，任航是左中卫，华莱士，三阵也不着急，现在比分领先，他们并不赶时间。三阵确实很扎实，而且刚才呢谢鹏飞打进的这个球也是上海申花本赛季的第一粒失球。哦，邓康文来了，摔倒在禁区里，有没有犯规？裁判认为还是活球。前接给，好球，孙世林把球护下来。接下来申花可以延续进攻，但是投入到进攻的只有锋线的三个人，右路的朱宝杰，左边的周俊臣和中间的朱建荣。这第二梯队上来的有点慢。张路，孙世林非常漂亮的头球啊，把这个球球权又重新控制到申花的脚下。斜线的切入，朱宝杰传球也是被对手识破。这球有手球，张路回抢啊，准备断戴维森的球，但是这个球手球了。这是刚才邓涵文突入禁区的那一下，看看反角度的镜头啊，这个球呢确实邓涵文跟艾迪是有身体接触，但是艾迪应该是先站住位置，并没做犯规的动作。白家俊，第201次代表上海申花出场，上一场比赛是巴索戈第100场的中超比赛出场。斯坦丘。我还是打柏家俊的身后，柏家俊也是31岁的老将了啊。武汉三镇这几次制造威胁的进攻啊都非常的有特色，右路的邓涵文呢有很强的向前突击的能力啊，所以呢一直打他这一侧，打对位的柏家俊的身后啊，已经打穿了2次。而那粒进球其实呢是在左路完成的，张辉呢在这一侧翼位的位置上，他并没有一直去插身后，而插身后的位置是由戴维森和埃德米尔森轮流去完成。而张辉呢利用他的特点就是脚法相对较好，他在45度角会完成传中啊，这个传中就制造了远端谢鹏飞的插上完成射门得分。两边打法不一样，但都是对对手的边翼位的身后形成有效打击。又来了，
看看斯坦丘，两侧现在没有空间向前插，所以在申花的阵型全部收回来以后，我们看看武汉奈何做出什么样的方法。这是埃德米尔森在禁区外直接完成一脚远射，他有这个能力，只不过这脚球打得不够好。武汉三镇是配齐了五个外援的球队，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让中超诸强不寒而栗。底下还坐着马尔康和殷亚吉啊，这样的球员。首发的四个外援是华莱士、斯坦丘、戴维森和埃德米尔森，这绝对算得上是当今中超的豪华配置。嗯，漂亮。哦，张璐那些慢了一步啊，任航的防守。哎哎哎，这球张璐不能碰球，对，他刚才碰球了，所以这球就越位。申花到现在没有任何一次能够绝对的威胁到对手的球门，当然这球其实在张璐越位之前前接给是有手球的嫌疑的。好，比赛已经踢了20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武汉三镇谢鹏飞的进球以1-0领先上海申花。这就是张辉进球的助攻者。打了一脚长传啊，这个长传可能也是看到申花队整体阵型提的比较靠前，想打一个身后，但是后场出球的人跟前场没有太多的共同认知啊，前面的三叉戟都没有插。任航，以一敌二的防守，张辉回来帮忙。钱杰给呢也30岁了。这个球呢，4号蒋胜龙凭借身高啊，力压对手把球顶出了边线。斯坦森的身高啊，这个戴维森的身高也不高，1.77米。说着，戴维森呢，在自己带球突破的过程当中被对手绊倒，这样在中圈附近呢又赢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申花队的队员在给主裁判邢奇施加一些压力。很好的过渡啊，这个传球的线路呢稍微的着急了一点，刚才是张小斌向前的输送。张辉跳起来争顶的时候，这是被朱宝杰直接给垫倒了，空中就失去了重心，摔在了地上。朱宝杰这个动作肯定是犯规了啊。
漂亮，动作连接非常快啊！谢鹏飞跟队友埃德米尔森之间做的配合。好的，申花打一个直线，但是自己的前插还是没有太大的威胁。就这跟每一个点上的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很有关系。好球，蒋胜龙啊！防守当中的头球摆渡，既是解围也是传球。周俊辰，邓涵文的脚下呢，好像也不比周俊辰慢。蒋胜龙，戴维森。朱晨杰刚才的对抗当中呢，身体确实还是相当的壮实啊，一般的外援朱晨杰身体都不会吃亏。这球裁判吹了手球啊，球是反弹到了七号埃德米尔森的手臂上。又是一脚长传球，这球要想逾越华莱士真是太难了。华莱士1.91米的身高，而且本身也是有经验的后卫。现在双方还是应该多利用场地的宽度啊，这段时间武汉队在宽度方面打得不太好，申花更是如此，两边根本支援不上进攻什么。有点起色，刚才这是朱宝杰在外围内切之后起左脚的一脚大门。今天呢，周俊辰、朱宝杰、朱建荣三个人联袂来搭档风向，这个在近年来上海申花的这个中超联赛的排兵布阵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所以他们三个人之间也需要来建立默契。刚才慢慢的已经有一些攻势了，你比如朱宝杰完成了一次射门，但现在的问题是武汉三阵虽然刚才把节奏缓下来了，让申花的攻势上来，但是他们应该还有在上半时结束前再发起一波快节奏压迫的能力。斯坦丘，他的价格并不贵啊，只有400万欧元。像他这种水平的球员，其实在欧洲应该也还是有的，关键是我们的每一家俱乐部都要有自己真正成熟的球探体系才可以挖掘得到。张辉，申花有队员受伤啊，柏家俊
白家俊呢，其实最近这两年一直都是伤病不断，否则他不可能只有200场的中超出场。这是刚才整个的这个过程，这球传起来以后，中间的人确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艾迪是唯一一个有效位置上的防守人，他不应该轻松地把这球落过去，或者说他不应该发现不了在他盲侧的谢鹏飞。谢鹏飞这个球跑位非常非常的聪明，不得不说。吴金贵得考虑考虑了，他替补席上名将如云。白家俊应该没事。嗯，这球没有犯规，艾迪成功抢断。啊，裁判员这个哨响的太迟了。就如果第一时间响哨的话，两边都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啊，这球艾迪确实是犯规了，裁判员犹豫了一下，可能刚才有一个拼抢啊，正好两边攻防对调，可能动作差不多，那个没吹，这个要不要吹，裁判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吹。其实在足球场上，裁判就怕这样的犹豫，这是给了双方一些抱怨和相互之间指责的理由，授人以柄。三球把球打起来，蒋胜龙凭借身高把球解围出去，来看看张璐的直塞球，这球要再向前一点就好了。好了，前接给斯坦丘想断这个球啊，没有断到，但是还是干扰了球的线路，这样在后防线上呢，给自己的队友迎来了拿球的时间跟空间。任航，刘一鸣呢也是辗转了很多球队，他很小的时候到欧洲去踢球，回国之后呢在天津天海效力过不少的时间，现在在武汉三镇谋得了主力的位置。中场呢双方想突破都不容易，确实武汉三镇你看这场比赛打下来啊，打到目前这半个小时，他们通过中场的效率比前两场打河北和广州比起来都要低，而且还低不少，这就证明他们真正碰到了一支成熟的球队。前两支球队有临时拼凑起来的河北队，当然河北的问题也不只是临时拼凑了，有一大把问题，那么广州队的问题一点也不少，真正上个赛季能打成主力的球员呢也就是3-4个人留在了队里，而且还都没有系统的训练。所以那两场比赛武汉队这个阵容啊，这种能力打起来就非常的轻松，但这场打申花尽管比分已经领先了，但确实不轻松。哎，刘殿座就自己解围出现了失误，其实他前一脚向前出球就已经失误了，只不过呢失误的还不那么大，连续两脚向前出球都失误，这个确实有点不应该。你看这一脚就已经很勉强了，这是第二脚干脆踢呲了，这个状态确实也是令人堪忧。
艾迪、朱晨杰和贾胜龙这组成的防线啊，是真是老的老，小的小。虽说这三个人个人能力都还可以啊，但是小的缺乏经验，老的呢这缺乏速度。这球还是传到身后了，申花在进攻端的滞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球没有制造任何的威胁，是邓涵文回来把球给解围了。邓涵文27岁，正值当打之年，前两个赛季一直是恒大的主力。朱宝杰回敲回来，贾胜龙、朱晨杰、艾迪，艾迪的向前出球呢也被限制了，这就要求孙世林跟钱杰给呢得回来接。你看武汉队这个压迫，最后就迫使张璐必须得一脚打上去，那一脚打上去，这个成功率可就太低了。啊，武汉也是太着急啊，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邓凯文、戴维森，哎，两个人的防守之下，艾迪从身后勾倒了戴维森，裁判鸣笛，这是艾迪的犯规。武汉三镇呢，2018年的时候还在中冠联赛。当年呢，地补升到了中乙。哎，先看这个，啊，当年是直接升到了中乙，然后19赛季和20赛季都是在中乙联赛，21赛季呢成为了中甲的球队，仅用一年的时间从中甲就直接拿到中甲的冠军。打门，这是武汉三镇又一波非常有。再看看，横传，谢鹏飞做炮架，斯坦丘一脚远射，这脚球抽得非常的正，但是马震很镇定啊，双拳稳稳地把球打出去。前两轮比赛呢，这名年轻的门将已经经受住了考验，身高1米96，24岁，好球。上个赛季的中甲冠军武汉三镇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了中超，现在他们有绝对的机会啊，连续三轮在中超开赛的连续三轮都坐上积分榜的头把交椅，当然前提是他们必须得击败上海申花，但申花不是广州，申花不是河北，没有那么容易。这贾胜龙啊是手上有动作，这个不是纯粹的一个防守卡位的动作。对吧，你看他手抱住了对手，完成了一个抱摔。张辉今天处理球还非常的聪明啊，又是张辉插到对手的身后，要不是张璐及时的回防，这个球还真的又危险了。但张辉这几下啊，他的套路可能也被对手摸清了。哎，马震跟谢鹏飞这两个人之间好像起了什么争执啊。
马震因此呢领到了一张黄牌，邢琦给了谢鹏飞跟马震一人一张黄牌，俩人应该是语言上有一些冲突。其实这场比赛开始以后，双方的争夺呢还算紧凑，但没那么激烈。但这两张黄牌真是莫名其妙，就不知因为什么就突然冒出两张黄牌。你看火药味起来了吧？来，任航也来一张。本来很正常进行的比赛，就因为谢鹏飞和马震之间莫名其妙的几句对骂啊，突然情绪不对了。也许这就是蝴蝶效应啊，最后不知道会逐渐演变成什么。申花在罚球区外面，看还能不能再次得到球权。张小斌、邓涵文向前传球，太着急了。其实近端有更简单的选择。哎，你看各种动作啊，就非常规动作就都来了。好在双方基本上还保持着冷静跟镇定。哇哦，钱姐给啊，钱姐给。钱姐给反过身来，只跟裁判伸了一个二的手势，他就说：“斯坦丘，刚才这个动作是不是鞋底动作两次了？你吹我这个。”但是钱姐给这个绝对是个鲁莽的危险动作。艾迪抢到第一点，钱姐给第二点没拿好。好球，戴维森再捅回来，斯坦丘，张小斌啊，传大了，但是，哎，还是没拿到。就是连续几脚传球啊，都有点勉强啊，最后一下终于是不行了。今天朱建荣在前锋线上拿球的机会不多，上个赛季还效力于青岛。这球吹了华莱士的犯规。再来看啊，华莱士是连球带脚一块踢，多多少少有给自己的队友斯坦丘把刚才那下找回来的意思。前姐给这一下确实挺疼的，看来啊，但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就是这个任意球可能踢不了了。哎呀呀呀呀呀，坏了。希望就是个硬伤啊，疼一阵就过去了。我们虽然说了申花兵强马壮，但是像钱杰给这个位置啊，目前在队里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替代者还真不好找，因为他是那种 B2B 的中场，就是在进攻端防守端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吴曦呢是倾向于进攻的，孙世林呢倾向于防守的，包括秦升也是。这是开场之后斯坦丘啊被秦升直接放倒，被这个孙世林直接放倒。
这是两边在开场以后一些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总体来说呢，全都是在对球。但是最近这几分钟啊，莽撞犯规好像多了起来。陈杰给问题还是不大，应该。张璐回到中路来补防守上的位置，孙世林已经33岁了啊，曾经是辽宁队的球员。刘一鸣、任航确实已经很适应三中卫里面左边这个盯人中卫的角色了，在河北队这几年呢，他基本都在打这个位置。而为了准备今年的中超，武汉队是斥资啊，新引进了3名外援，包括斯坦丘、包括华莱士、包括戴维森，现在这3个人全都在场上。引进的内援呢，更是多达10几人，而且都相当有质量。你比如邓涵文、高准翼、何超、刘殿座，这都是广州队冠军的班底。哎，上海队防守犯规了。你比如陶强龙，这是大连人非常有希望的年轻小将，之前也在其他球队接受青训和效力。那现在谢鹏飞、张辉啊，这都是可造之材。上半时已经进入到暂停补时阶段，上半时0-1落后，对于吴金贵来说，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差的结果。他排出这个阵容呢，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后手的。但是这个脚啊，这个任意球得守住啊。然后直接转向球门，马震判断的非常准确啊，双拳把球给打出去。张小斌后场断球直接打上来，埃迪护球没有护住，哎，看看这个球还有机会，蒋胜龙护球挡住了邓涵文。上海申花在比赛第10分钟丢掉了他们的赛季第一球。但下半场他们并不是没有机会。华莱士犯规了。朱建荣在跟华莱士的对抗当中呢，身体不会占到太大的优势。而且他呢，就是背身这一下，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第一点抢到了，但是在球门区里边还是刘殿座控制了天下。刘殿座这个球飞身开出，但是裁判员在球还在空中运行的时候呢，就把比赛已经吹掉了。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结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莫里利亚率领的武汉三镇队以1-0暂时领先吴金贵率领的上海申花，进球的是谢鹏飞。但是谢鹏飞呢，在上半时的尾声阶段呢，由于和对手的年轻门将马震发生了口角，挨到了一张黄牌，之后比赛渐渐开始了火药味。这就是上半时的比赛，武汉三镇暂时领先，回到了更衣室。习以为常的景象换了一种模样，当熟悉的面孔
纷纷离去。只有两个球。当奋力拼搏，却鲜有收获。当一切看似如此暗淡，你还相信未来吗？主公，我们回来了。可是你看啊，他们倾其所有冲上了这个舞台，他们满身尘土却依然砥砺前行，他们肩负重任，咬着牙继续追逐，他们心怀梦想，奋力破茧成蝶，还有你心中热爱，其实从未熄灭。新血液，新赛区，新态度，新的未来，我们始终相信。看中超，来腾讯，共同见证新的未来。看中超，来腾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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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鲍亚雄。我是王上元。我是胡人天。我是李石。我是王秋明。2022赛季，请为天津金门虎队加油。2022赛季，请为申花加油。2022赛季，请为武汉三这队加油。2022赛季，请为沧州雄狮加油。请为山东泰山加油。请为浙江加油。请为河北队加油。请为北京国安加油。长春亚泰加油。武汉长江队加油。申足加油。河南嵩山人民队加油。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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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在上半时4个关键节点都是这样啊！张玉宁任意球直接攻门，这球打进了。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张玉宁选择了一脚大力轰门，然后皮球是贴地斩。给脚让球转身，好的，看这一次到禁区里面，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老将严向闯回眼望去，满眼都是年轻时的自己。扣一下，打门，超进了。第6分钟，孙国文一脚世界波，孙玛利亚发威了。右脚是有机会往球门的方向旋的，直接往球门里打，这下打进了。哇，戴伟俊世界波进球。
金门虎对上北京国安。每年的京津大战都是很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是京津德比，我们也拼得比往常更凶狠。内切机会，右脚的射门漂亮，张雨宁机会漂亮。恒大一直是中超的冠军，我们每年都是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挑战他们吧。优秀的球队或者一支冠军球队，不仅仅是能够这个领跑，那么也能够追赶，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在撞线的时候，我们这个在什么样的位置。6-0击败了曾经的中超霸主广州队。上海海港也是自2020年10月以来首次在中超联赛当中遭遇连败。球队的情况也是非常困难，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顶过这一段最困难的时候。景象换了一种模样，当熟悉的面孔纷纷离去，只有两个球，当奋力拼搏却鲜有收获，当一切看似如此暗淡，你还相信未来吗？可是你看啊，他们倾其所有冲上了这个舞台，他们满身尘土却依然砥砺前行，他们肩负重任咬着牙继续追逐，他们心怀梦想奋力破茧成蝶，
还有你心中热爱，其实从未熄灭。新血液，新赛区，新态度，新的未来，我们始终相信。看中超，来腾讯，共同见证新的未来。看中超，来腾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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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鲍亚雄，我是王上元，我是胡文天，我是李石，我是王初明。2022赛季，请为天津金门虎队加油。2022赛季，请为申花加油。2022赛季，请为武汉三镇队加油。2022赛季，请为沧州雄狮加油。请为山东泰山加油。请为浙江加油。请为河北队加油。请为北京国安加油。长春亚泰加油。武汉长江队加油。申足加油。河南嵩山龙门队加油。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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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新赛季我在这里等你。中国足球需要你的支持。上半时四个关键节点都是这样啊！张玉宁任意球直接攻门，这球打进了。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张玉宁选择了一脚大力轰门，然后皮球是贴地斩。给脚让球转身，好的，看这一次到禁区里面，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老将严向闯回眼望去，满眼都是年轻时的自己。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为大家直播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上海申花队对着武汉三镇队的比赛。目前呢，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场上的比分是1-0，武汉三镇队暂时领先。而下半场呢，上海申花队很显然是要调兵遣将，做出人员上的调整。任航还在跟谢鹏飞、张小斌来交代中场的防守，他是场上队长。而上海申花队很显然要不止换一个人，我们看到了巴索戈已经出现在了换人区。确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朱宝杰、周俊辰和朱建荣三个人构成的攻击线给到对手的杀伤力确实比较有限，锋线上需要有更快的速度。吴曦也要上场了，还有曹云定，这是目前这支上海申花队的绝对主力球员。28号曹云定，朱宝杰下场。周俊辰也被换下场。这场比赛上海申花队其实首发里面有不止一个 U23， 蒋胜龙是21岁，所以周俊辰被换下场是没有问题的。
好，主裁判一声哨响，这场比赛的下半时已经正式开球了。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武汉三镇队暂时领先。进球的是谢鹏飞，在上半场的第十分钟啊，改变了场上的比分。现在呢，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朱建荣继续留在场上，这样呢，曹云定将会给他更多的支持，巴索哥会在他的身边。戴维森，这一下贾正龙的防守非常聪明，把对方往外线驱赶，然后看准时机，一个跨步就把球断了。这球艾迪确实不好处理，哎，朱晨杰这球有点冒险啊。哇哦，这是18号刘一鸣啊，在身后撞倒了朱建荣。这个动作确实给的比较凶狠。哎呦，这球裁判员没有吹，没有犯规。看看无锡分球，曹云定直接一脚远射。这个球呢，刘殿座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有反弹，还是稳稳的抱到怀里。曹云定上场以后啊，就是一脚打门，球打的稍微正了一点。哎呦，这是虽然是铲到了球啊，但这个动作确实是有点莽撞。刚才是张璐放倒了张小斌。前接给在场上的位置相对靠后了。无锡，无锡在对手起脚之前把球给捅掉，但是外围的一脚打门，申花队队员碰到了，球出底线。又是张小斌，张小斌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申花队应该还是维持着一个三中卫的站位啊，我们看看柏嘉俊下场之后啊，他的这个位置。这脚球出球呢，也是在申花的压迫之下显得比较盲目，但是蒋胜龙呢也是稳妥起见吧，这球还是做了一个安全球。张辉上半场比赛表现得相当出色，散球，艾德米尔森这个球还是被断了，又是蒋胜龙。今天蒋胜龙呢，发挥亮点确实也不少，当然也有一些错误。哎，这一脚球踢漏了，刚才是张璐啊，这下好机会打门，不错，马震啊，又是把球分出，这个张小斌把球给掩护下来。看看这边斯坦丘啊，横向摆脱移动当中的一脚射门，准备打一个反角度，但是球没有完全包裹住，球偏了。前接给，前接给的传球出现了失误，给的力量稍大，但是张璐这个球不能完全踢空啊。
这球是判了任航的犯规。朱建荣靠着这个方式呢，已经制造了不少的前场任意球了，但是他如果能够更靠近对手的球门来制造这种背身争顶的机会就更好，这也需要队友给他更深的传球。传电，上海申花现在改到四后卫体系了，埃迪直接打到了左边后卫，两个中后卫呢是朱晨杰和蒋胜龙，那张璐就变成了右边后卫，不再是右边翼卫。前杰给的位置应该也是更靠边路，打到中间，这边胸部停球以后呢，其实没有机会起脚。上海申花在中路的防守，从个人能力到整体协同作战呢，应该说水平确实还都在至少在中超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所以武汉三镇这个是他们升上中超以来呢面对的相对比较难的一场比赛，这只是第三场比赛，但比起打广州和打河北那肯定是要有难度的。邓涵文，这个是三镇的主教练莫里利亚，朱建荣那个球还是没有拿下来，谢鹏飞，哦，朱晨杰这一下其实没有必要，又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张黄牌，上海申花的第二张。半场回来，吴金贵就用掉了三个换人名额，吴曦、曹云定、巴索戈三名绝对主力上场，这样很显然呢让武汉三镇面临着这支上海申花比上半场的要更加强悍，所以申花是有机会的。张小斌，武汉三镇必须得打出更高的效率跟节奏啊，才能保住目前比分的领先优势。好球啊，蒋成龙确实上个赛季一个赛季锻炼之后呢自信心是有所增长的。巴索戈，让巴索戈在这个位置拿球显然没有太大的优势，顺进去了，看看朱建荣，朱建荣打门，这个球啊从拿球到摆脱，首先插上是个非常好的时机，拿球摆脱也还不错，节奏稍微有一点停顿，所以他选择射门的犀利度就不够了。申花展开了前场的压迫，哇哦，这一下朱晨杰呀，刚才有一张黄牌了，朱晨杰这个动作给不给，邢奇面临着考验，
看来他是不想掏的。我们来看戴维森，这个球戴维森是躲开了，他没敢直接去控球，他看着朱晨杰亮着鞋底过来。但朱晨杰第一下呢确实也是碰到球，但前提是戴维森躲开了，所以肯定是个犯规。这球不越位没问题。华莱士这脚传球也有点太着急。其实这也是由于申花加强了中前场的压迫，使得武汉三镇通过中场变得越来越困难啊，所以华莱士才会有这种选择。上半场我们是很少看到这种球的。巴索戈，上一场比赛上海德比是巴索戈为申花打开了胜利之门。来看看张璐，无锡的长传过顶球啊，朱建荣，好的，无锡朱建荣合力又把球争下来，张璐在右路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传切配合太不应该了，孙世林下半场的位置好像更靠前了，也确实无锡在后面梳理进攻呢需要有更多的人去插上。现在申花这个阵容更像是一个4-3-3，后防线上蒋胜龙、朱晨杰是中后卫，埃迪是左后卫，张璐是右后卫，钱杰给是打到后腰的位置上，那孙世林跟吴曦是中场的另外两个球员。吴曦，哎呦，这个球两个人夹击，夹击的稍微慢了一步啊，就被对手把球给摘出来了。刘一鸣拿球转身，前接给的防守啊，还是被判了犯规。4-3-3的锋线是中锋朱建荣，右边锋巴索戈，左边锋曹云定。这个配置啊，应该说能力还是值得期待。斜线传球，线路非常清晰，打进来了，邓涵文，好球啊！马震毫无惧色，奋勇出击。要知道他的中超经验非常少，但是这只是在他的第三场中超的本赛季的中超比赛当中，他凭借身高臂长，轻舒圆臂，把球揽在怀中，非常有勇气。索哥继续压迫，张辉左脚把球传出来，蒋胜龙，朱晨杰现在需要身边的两名选手的更多保护啊，他几次突前的防守都造成了犯规甚至吃牌了。这个出击的节奏拿捏得非常清楚啊，马震。所以现在一个问题是，曾诚伤愈之后是不是还能回到主力的位置？朱晨杰在这个赛季也取得进球了，他在第一场对阵广州队的比赛当中是罚进了全场唯一的一个点球，1-0帮助上海申花取得了首战的告捷。
那现在呢，场上出现了一些伤停的情况。谢鹏飞，哦，埃迪是推了他一把，导致谢鹏飞失去重心以后落地啊，脚踝可能窝了一下。比赛已经打过一个小时了，场上比分还是1-0，不过上海申花在下半场显得更有侵略性。戴维森在加盟武汉之前也是效力于土耳其的超级联赛阿拉尼亚体育，在上个赛季的土超22次出场当中打进6球，助攻4次，效率还可以啊。朱建荣，哎，这球没有犯规，但是球权还在申花的脚下，不过无锡这要传球呢没有太触正位置，接下来是前接给，曹云金的球差点被邓涵文断了，哎呦，这边张辉也是奋力防守，巴索哥身体能力非常出色。上半场申花是排出了一个全华班的一个阵型，确实他们阵容当中也只有一个外援巴索哥可用。下半场我们看申花是势在要把比分打回来，现在换人区又站了2个申花队的球员，毕金浩要上，彭新立要上，朱建荣被换下，他确实拼的已经没什么体力了。这样呢，孙世林也被换下，这样中场的球员啊都是攻守兼备的球员。彭新立应该是跟孙世林一个对位的换人。毕金浩上，我们得看看他的位置，会是让他打中锋吗？后防线上的人员是没有变的，彭新立回来抢，艾迪好像有点没劲儿，好的，朱晨杰把球打出来，曹云定，艾迪太着急了，多亏了这下艾迪回的还比较及时，只是谢鹏飞跟戴维森两个人之间呢没有打出真正的默契。高球方面啊，毕金浩上场之前武汉队确实还是有优势，他们的华莱士1.91米，刘宇明1.88米，啊，无锡发现了毕金浩，想要送一个地平球传一个中距离，但是呢中间被防守队员已经发现了意图，现在是一个反击机会，武汉三镇看看能不能打出高效的反击。戴维森送出一个直线，哎，这是刘一鸣插上来，非常有自信，好的，回来给邓涵文，哦，戴维森横向拨了2步之后直接一脚打门，但是这个意图呢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守门员马震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戴维森在此前的2场比赛当中都是有进球的，哎，毕金浩，来看看能不能抢在对手之前，最后任航还是抢在巴索哥之前把球给踢出去了，哎呦，这个毕金浩向门前一挡啊，让刘殿座险些送了大礼，武
武汉三镇也要换人了，要换下埃德米尔森。确实下半场开始以后我们就没有怎么看到埃德米尔森。这样他三次中超出场都没有能够收获进球，在五外援的球队当中啊，这个竞争压力恐怕就比较大了。刘殿座的解围打在了毕京浩的身上，巴索哥有机会射门，但是呢任航啊率先把球给解围了。谢鹏飞从中场打到了前锋，何超，这也是前广州队的球员。很显然，莫里利亚是想加强一下武汉三镇在中场的这个抢劫的能力，加强防守厚度。机会，机会啊！这一球，蒋胜龙。蒋胜龙跟张璐还是合力把球给防守了下来，非常出色。哎，巴索哥的球被铲掉了。戴维森还是想自己干，哎，太难了。裁判是给了角球吗？这下张辉铲倒巴索哥呀，是不是犯规？这是个疑问手。但是裁判员让武汉三镇继续进攻了。确实，裁判员给了角球。射门方面呢是5-9，射正是4-5。其实申花的射门转化率还是非常高的，只不过就是现在没有取得进球。球毕京浩，又是他抢到了第一点，1.90米的大个子，一脚远射，呼呼，真有威胁，迫使，这是张辉用右脚啊，一脚远射啊，迫使马震做出了非常艰难的扑救，又真是差一点点啊。张辉是右脚打左边翼位，前接给，这球啊，张璐给小了。前接给是拼了命啊，最后把这球护下来没丢。任航顶到前场，蒋尚龙、张璐、彭新立，前接给的不错啊，巴索哥自己拌算了，球没领好，太可惜了，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的机会啊，就自己给浪费了。显然巴索哥其实也没在最好的状态。这是巴索哥在中超的第101场比赛。艾迪、郝云定、彭新立传球，毕京浩、彭新立进去了。彭新立传过来，哎呀，这个球刚好没在巴索哥的线路上。前接给，郝云定，埃迪好像是有点跑不动了，但是申花。
好像是没有换人名额了。海迪，那曹云定一直跑到后场来要球，田杰给现在来到左路，艾迪索索性就在前场不回来了。但是他到前场以后呢，他这个点向前制造威胁的能力又不是那么强，对吧？就是他只是站着传球，突破和这个前插好像都没有。球，这一下是小组推进，结果啊，曹云定是不是上一场也拼得太累了？上一场上海德比他是贡献了两个助攻，这下跟埃迪呢本来打了一个很好的二打一，但是最后自己也是脚下呢有点不利索，球没接住。曹云定在跟邓涵文的对抗当中，曹云定这下啊，其实动作非常的隐蔽。你说犯规吗？倒是也没犯规，两个人都是全力去争这个球。曹云定知道他已经不可能控住这个球了，所以索性呢在球跟邓涵文之间呢一伸腿，邓涵文这下这个暗亏吃的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吹了禁区里的犯规，冲撞门将了巴索克。武汉还有后手，武汉三镇要换上陶强龙了，是不是谢鹏飞也没劲了？作为 U23 的首发，21岁的张辉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真是可圈可点啊！上半场贡献了一个助攻，也是制造了全场唯一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进球。裁判吹了华莱士的犯规，但是他死球之后还把这个球往前踢，这肯定是要领黄牌的。这看得出来，以华莱士为代表的这个武汉队现在是有点焦虑啊。虽然比分还是领先，但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是他们前两场中超联赛根本就没有感受过的压力。这球还是继续，曹云定没办法起脚，对，得把球做回来。吴曦还是横向，哎，曹云定这下跟上慢了，
将武汉三镇又抢回球权，但是球反弹之后，我们来看看艾迪有机会，艾迪左脚传起来，啊，是被追回来的何超把球挡出了底线。何超赶在申花队的前锋之前把球挡出去。何超是长春亚泰成长起来的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场，后来去到广州恒大。陶强龙上场，罗森文上场，罗森文是鲁能青训出品，这几年也是被出租辗转到很多的球队，斯坦丘被换下了。陶强龙上个赛季还是大连人队的球员，这个赛季已经加盟到武汉三镇。张小斌、何超、罗森文构成的中场，这是一个防守属性非常强的中场。哎，这是越位了吗？对，越位球。三镇换了几个人之后呢，现在场上只剩下华莱士跟戴维森两个外援了。哦，这一下彭新立上墙，本来是时机非常好，但是人行啊够强硬，直接把彭新立连人带球都留下了。球，无锡的机会，彭新立，哎，彭新立处理球慢了，何超把球给断了。但是戴维森现在啊，他拿球转身变向，节奏也不那么快了，这也是体能的问题。所以武汉现在越踢越难，上海申花不是没有机会，武汉还要继续请求换人，他们手头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呢。陶强龙，哎呀，这显然是默契度的问题。前接给，更多的时候在有球的情况下啊，是坐在后面去拿球，支配进攻的方向。但是申花现在进攻效率还是打不起来。啊，确实，谢鹏飞已经没劲儿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出现了抽筋儿。这边要换人，马尔康要上，同时要换上场的还有杨阔，这都是中超的成名战将。杨阔替下谢鹏飞。
戴维森被换下，这样前场就留一个马尔康。马尔康、陶强龙，这样杨阔、何超、罗森文、张小斌这几个人全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防守属性的中场。陶江龙想要穿艾迪一个裆，这个没那么容易。邓凯文，马尔康的意思，你找我胸口上扔就行了。马尔康，马尔康，机会，马尔康，哇，非常好的机会，再打，还是陶强龙能控制球。武汉三镇继续发动攻势，陶强龙小角度好像是要直接打门了，这个球最终还是在六码区里面被申花队的防守队员封出了底线。界外球掷的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何超接球之后直接做给马尔康，马尔康在内部寻找到了机会，这球错进错出反弹出来之后居然还是陶强龙控制啊。这是刚刚换上场的两个锋线球员，马尔康、陶强龙各完成了一次射门。申花又感受到了压力，武汉通过换人呢把体能找回来了，这样的比赛的最后十分钟双方都有机会。李金浩，李金浩也因为他的特点啊，就是两个禁区都能打，入选过国家队，他也是在河南队成名之后来到申花。杨阔，哎呀，马尔康急停自己滑倒了，但同时带倒了一名申花队的球员。来看看这边，巴索哥交给吴曦，吴曦看到了左路的空间，但是在对方的压迫之下，球传的并不好。曹云定，艾迪，艾迪这场比赛体能可是没少付出啊。好球，曹云定接到巴索哥的传球，中间没人包抄啊。这么好的线路，彭新立慢了一步，但这个球裁判还是举旗示意远端越位，就是曹云定接球的时候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啊，这是探出了半个身位，都有点着急啊！现在已经84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1，吴金贵的球队落后。这场比赛只要分出胜负，获胜的一方就极有可能在今晚登临到积分榜的首位。当然对于武汉三镇来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莅临榜首。没有人接呀，申花队现在太着急，全都堆到前场，你后场梳理不清楚，这样会非常影响进攻的速度和效率。彭新立，打到这个时候，现在场上也分不清什么阵型了。看看毕金浩头球第一点能拿下来，而球出界。毕金浩除了1.90米的身高以外啊，他对球的落点判断还是有些天赋的，所以为什么教练在中卫和中锋两个位置上都愿意用他，因为他总能争到第一点。
判这个球出界。今天啊，蒋胜龙确实也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但是马尔康上场之后呢，蒋胜龙他的这个身高优势恐怕就很难发挥作用。现在两边都派上了高中锋，邓涵文前接给跟艾迪的合作防守之下，邓涵文是无功而返。这两边现在马尔康1米96，毕金浩也是个高点，虽然1米90听上去也没那么高，但是他确实抢点能力不错啊，所以打到最后两边都谋求一些更简单的战术，看看谁能奏效。蒋胜龙现在必须要看住对手啊，他跟朱晨杰两个人共同来压制马尔康。后点没有给到对手机会，华莱士把球点回来，但是呢还是没有形成射门。哦，任航真是能拼呐，最后还是任航把球碰出了边线，谢鹏飞拼到抽筋啊，不得不被换下场。比赛已经来到第88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比0。如果武汉三镇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下来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明这支球队的实力啊，在中超啊是具备第一集团能力的。罗森文，马震，陶翔龙来开这个角球，场上的高点可不少，有华莱士，有马尔康，但是别忘了刘一鸣。哦，第一点还是申花抢到，但是申花为此付出了两个队友撞在一起倒在地上的代价。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人没起来。这一下是岔气了，是蒋胜龙。是埃迪把蒋胜龙给刮了一下啊，所以蒋胜龙在空中失去重心，这样失去重心以后啊，摔到地上，特别是横拍下去，这一下是很疼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保护。申花这时候想要再扳回来也不容易了，但是毕金浩还在拼尽全力，毕金浩的拼抢之下呢，造成了对手的犯规，这样申花又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来自浙江的主裁判邢奇，这场比赛节奏挺快，确实对他的考验也不小。第九十分钟了，哎，这时候裁判员给到了秦升一张黄牌。现在的中超呢，能坐在自己的替补席上吃黄牌的球员也不多了。
里，申花得加快一点进攻的节奏了，现在已经进入伤停补时，没有时间给申花再慢慢的一层一层推进到进攻三区了。对，打得简单一点，因为有毕金浩，有毕金浩可以打门，毕金浩右脚外脚被一拨，这个球还是被守门员挡了出来，不过助理裁判也示意此球越位了。你看毕金浩在这个身高条件下的这个启动啊，哦，这么看可不越位啊，但不管怎么说这球也没有打进啊，所以这个判罚结果也就不那么重要。何超的动作啊，这当然这也是他的比赛风格，你像是力量比较足。这个时候就别再犹豫了，快点把球开上去。彭新立得把球护住，马尔康显然呢还是动作慢了一点，但是现在有反击的机会，罗森文把球打到远端，来看看陶江龙啊，陶江龙要观察呀，他罗森文早就已经插上了，马尔康申花自己忙中出错，已经把球断下来了，怎么又是动到马尔康脚下了。曹云定，曹云定兜一个弧线传远端，哎，好在球还是回到曹云定的脚下。彭新立，彭新立摆脱开对手，现在他必须得突破三层人才能看见球门。整个武汉三镇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禁区前，传远端头球摆渡，球进了，毕金浩，这是成功的战术诠释，终于在申花不断的压迫之下，武汉三镇犯了防守上的错误，看守毕金浩的球员被他挡在了身后，而申花在利用不断的压迫之下，在45度角传中的时候，用撞成锤一般的攻势来完成了这一次的破门，毕金浩压住邓涵文，而这个时候华莱士根本就没看见毕金浩，毕金浩躲开了华莱士的防守，他向远端向后边靠，华莱士以为自己还能一转身摸到对手，但是没有了，非常重要的进球，非常重要的改变比赛结果的进球，伤停补时，出奇招的吴金贵用中后卫毕金浩打中锋，毕金浩也不辱使命完成破门，标准的投球方式。这球有没有问题还要视频助理裁判唐顺奇来查看。目前场上比分是1-1，武汉三镇也终于丢掉了自己来到中超的第一个球，他们也丢掉了自己来到中超的第一个球，此前他们是进11球不失球。而在比赛的第94分钟，毕金浩攻破了对手的球门。武汉三镇在最后这几分钟里以为退守扼守中路啊，全员防守就可以守住球门，但是上海申花还是有撞成锤，他能在你人员密集的地方呢，在高空寻找到触球点啊，巴索哥拿球直接左脚搓起来，毕金浩到底越不越位，这个镜头可能还得再定格来看，还得再定格来看啊，所以邢奇现在还在等待唐顺奇的查看，唐顺奇这个球已经查了很长时间，这球得画线才能看清楚，就是这一瞬间触球的有效部位是否越位，这是很关键的，肩膀就是腋窝以上的部分，这个算是触球的有效部位，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毕金浩的左肩是不是超出了邓涵文的身体的这个躯干，
这个得划线来看。申花队远端是有队员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参与进攻啊，所以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远端越位的这个球员，关键就是毕京浩，他的这个左侧肩膀是不是越位了？球员已经等不及了，让他自己去看一下这个球。主裁判哎，还是判了进球有效。这个查看足足查了两分钟。这样场上比分1-1，伤停补时的这个 VAR 查看，这时间也得补下去啊。张小斌冲到禁区里啊，有一些进攻心切，当然也因为失球有一点气急败坏。两边的连胜脚步有可能因为这一场啊，目前1-1的比分都会被戛然而止。但是从这个1-1的过程来说，上海申花会更乐于接受。补时4分钟到第97分钟吹停啊，也没问题。裁判员已经吹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束哨。